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。大家都穿了袜子，对吧？对。是你让我穿的。为什么要穿袜子呢？是因为呢，我们现在有人袜子里面是藏了东西的。哎，不是，是有一个成员的某一只脚，哎，点了一颗痣。啊！我们来推测一下啊，刚谁最后上来的？我是先上来的。我们俩是他，我们俩他姚翔，姚翔，我们是姚翔，对，姚翔，是你猜对了呀？哎，游戏结束了吗？你要猜他的哪只脚，然后你向他发起挑战。左脚。石头剪刀布。我蹭你左脚，我蹭你右脚，来，我先拖你的吧，你先拖吧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随便拖，拿一只脚抠住它，然后往下拖。你抬，有没有吗？有。有。哦、那不是，那是黑色的毛，我是天生的，那是黑色的毛，是黑色的毛。好，是紫霞先走一点。哇，这你是这么想怎么拖？不是我，绝对不是。你们这个是涉嫌打假赛啊！你们两个现在呢都要接受惩罚的。什么？接受惩罚？什么鬼？不好意思，我被你卖废了。把你卖了，不好意思。演一下就好了，演员是什么算是什么？演员是什么？倒立，打假赛啊！打假赛啊！这样脱不掉，我照袜子脱了，就这样吧。脱不掉，算了。是用哪个刷子点的？我天，用我们化妆的刷子。你怎么这样？啊！能挑战上哪个吗？我所以敢来挑战我。他就挖草，我操！他后面有个根儿。对，这样。上。计时开始。好强，你好强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战术。你直接给他勒住。好搞笑。这是右脚，这是右脚。我要想一个姿势打住他。我非常的灵敏。你直接坐他身上。对，你直接坐上去。踩后面他那根儿，夹住了，被夹住，哎呀，太痛了！我觉得就是完了，我要没了，那是咋先？看就是咋先？还有半分钟，快快快！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你，你躲什么呀？你别挣扎呀！他说他机敏，这个游戏是不是谁是卧底啊？好，时间到。我说张震的左右右脚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他这个招式已经绝了，你招式就赢了，丑鱼的招式。听哥，干嘛去？哟，你俩在干嘛？张震右脚。哎，我感觉这个姿势可以，我感觉这个姿势卡住了，我就有无穷的力量去把它卡住。还有二十秒，九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要啊！过来！没有！哎，没有啊！是他，就是他的右脚。快去！那我先挑战你吧，我要挑战右脚一脚。来，右脚，完了，没了，这个力量。绝对厉害，什么都不好使。我感觉我这次都可以。
有五秒进入十五秒倒计时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来吧。你这脱不下来了，行了。可以，可以。哇哇哇！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还早呢，还打假赛吗？你们两个是？算圈点，我怀疑算一个。用力算圈。用力呀、啊，算圈。算圈平时力气那么大。在绝对力量面前，一切都是废的。你把脚直接抱出来，抱住，直接抱脚，你不要理他。抱他脚。还有半分钟。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等一下，是谁进攻了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只能防守，你怎么进攻？我这也算防守，俺进攻，我进攻。来，快去啊！啊，防守，防守，啊，防守！挠太阳，挠太阳，挠太阳！好，最后十五秒。挠太阳，挠袜子，挠袜子！防守，挠太阳，防守！呀呀呀！这两个人打假赛吧？别你！防守，防守！这个真的，这个真的很假，你们一个防守。时间到，时间到。真的是打假赛，上学。开始，右脚啊，右脚。哇，好猛！这个都比你刚才那个猛。你血来，这个都比你刚才那个猛。这个都比你刚才那个猛。对，扳倒，扳倒，扳倒。啊，你先夹着，你先夹着。妈的，太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把它抱着抱。你先自己带，你是学喝就行了呀。别逼我，你很惨。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就是不能现在不能用手。你干嘛爱这种？这夹住真的很难摆，就这样。你试一下。各退一步，踢也不好摆。各退一步，我还有几分钟。哇，踢可以摆。还有一分十五秒。你先把它露出。不可能，就是蹬，不叫踢。哦哦，到了，哦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还有十五秒。快快快！哇，厉害厉害，可以！还有十秒，应该没了。我这也抓不下来吗？三、二、用力啊！一，我好想看看下面有没有点呐、啊！马哥不是两，马哥不是两只脚都在吗？为什么你那么抗拒呢？马哥，马哥，马哥，就靠马哥，就靠马哥。就是，没事，我还有很多力气嘛，拿力气都没，拿力气都没，我还有很多力气嘛。脱不掉他。时间到。我要来，马哥起，就是他，就搞他，今天赢不赢无所谓。好，来准备五秒倒计时。开始。这又是你另外一个量级了。好，谢啦。我坚持了三轮，厉害，马哥，我给你点赞。我佩服。最后一波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还有十五秒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你们消耗一次机会来问吧。这个说了消耗了，消耗了，消耗了，这可以消耗了。好，楼上的还是楼下的？肯定是楼下的。楼上的。楼下。就是我们有谁的。哎，你们猜拳嘛，输了的就。输了就
我们能不能再详细一点？两个嫌疑犯有两次机会。我们现在两次机会，对不对？我们再不是两个最有嫌疑的人有两次机会。来个屋。不，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一次机会一换一个线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顺从。你不就剩两次吗？问一下哪个屋？哪个窝？那就还剩一次机会了哟，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啊，真的是那个窝。还有一次机会，小马哥就是小马哥。那你怎么判断？那你怎么用的不是他的机会呢？石头剪刀布了吗？所以石头剪刀布赢了。石头剪刀布赢了。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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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马哥的左脚，我就给你们说是马的。来，咱先来一把呗。不是，现在呢是这样啊。因为如果说是用掉的宋亚轩的机会，那么就相当于是马亚琪的机会，但是你的机会必须用掉，你就选一个人转让给他。你机会必须用掉，对，必须选一个说了的，必须用掉，不然真棒的。就是如果猜拳，你赢，你就选一个人的四率；如果是宋亚轩赢，他选一个人的四率，就是他的左脚。来猜拳，就是他的左脚。互联网是正义的嘛？剪刀布，剪刀布。他要选一个小客人啊，是他，来 ，no， 是吗？小马的左脚，我崩了呀！上战场，石头剪刀布可以赢。我一直在想马的左脚，给你们说了，马家骑什么？我看马家骑右脚，右脚。好，第一个脚，53，好，开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先找一找左脚在哪，重新来。这是左脚，这是左脚。你不给他弄出的话，你哇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加油！我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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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 ，nice。用你的脚勾住他。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技能的重要性。勾住他。你别让他握你手，你别让他给你动，别让他给你动。我们要放对，我们要发微博了吗？我们要发微博。Oh my god！ 让他给你对，不要扑个空。对，还有半分钟。锁死求你了，对了，没有，还没到，二十秒钟说一下，还有十五秒，加油，开动，厉害了，后期损失，哇 ，no， 脱掉，还有五秒，四啊，哎，这儿，左脚，时间到，等一下。尽力了，大家就好了。我开始了，妈的！行吧，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痣吗？不是说别的，就想看一下那个痣是啥样。对，我也是没错。哪儿啊？掉了。没有，你看没证据啊，都没有啊，没有啊。有。哎，可能那个可能会。我是有的呀。哎，天生的。是哪儿啊？我是有的呀，我天生的呀，我是没有证据，没有证据就不算。你痣呢？不点了呀。我是有的呀。哪儿去了？我是有的呀。哎，咋整的？我是有的呀。我也是，我点的，在这儿呢。我也在这儿呢。好，我们的第一届狮王争霸赛，第一届智王争霸赛，还有第二届吗？正式宣告圆满成功。那么我们本届的智王就是，下次还是马来西亚直接，如果还有下次，上次直接你来。来，他们来把他们两只脚给打完。以后所有游戏先针对他。结束了。今天还有环节吗？